脸书粉专拎北好油版主林玉红，因为抨击进口蛋的议题，被网友恐吓威胁他的家人，并且在直播痛哭之后宣布停更粉专。桃园地检署指挥刑事局和桃园市警方巡线追查，发现了一名许姓男子涉有重嫌，昨天晚间搜索带回许姓男子，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。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